Hello，大家好久不见，不知道是不是好久不见了？你们最近在干嘛？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月20号的00:39，我现在在练气中。一般到了这个点才会开始练气。放心，虽然现在很晚了，可是，旁边都整个健身房就只有我一个人。所以我今天可以肆意的唱歌，然后呢，接下来马上又有一些舞台即将跟大家见面，所以最近也在频繁的跟乐队老师还有各种练习者，然后你们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舞台吧。好久没有唱歌给大家听了，你们想听什么歌呢？有长进，唱什么歌都好听。哦。那好啊，那我现在就，我现在特别像那种恐怖片，然后自言自语的一个人。然后现在戴口罩比较难唱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下平时我是怎么练气息的。等你爱我，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。也就足够。怎么感觉我特别无声？拜拜，今天练习结束了。虽然我这个习惯不是很好，可是你们千万不要学我哦，一定要早早睡觉，注意好身体。现在还是得继续的戴口罩、勤洗手，然后一定要好好注意安全哦。拜拜。